你就是说这四个，这下面这四个螺丝要固定死是吧？固定死。好。你帮他压一下呗，他说那个螺丝要固定，要把那个东西要固定死，这个要踩着这个，他说，对，免得它动。然后就把这个钮，把钮紧。怎么摇都可以是吧？嗯。这个得怎么样一个？你看它就露出来这么多。这个是什么管来着？铝合金管。你也帮卡一下得了。其实扭的时候是不要什么力气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又滚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会跑偏，你这个会抖动，抖动之后它就会跑偏。这里不能抖动的，它要固定好。那怎么搞？抖动的话，就容易跑。一下子就歪出来了，我还以为是我的问题呢。还是漏，还是往外跑。对啊。那他们这工地上怎么凸的？我天哪！他们也是要固定的，你不固定一个人凸不了，这个要最少要两个人来凸。就是固定死了还要两个人凸啊？对啊，一个人不好凸，这里还要。如果是长管的话就好，小管的话这种短的就容易摆动。拧紧。好，这样算压紧了，哎，可以压紧了。你是用力的往里面推吗？不是，让它保持那个平衡。哦。只要突出一点高度的话，它就不会跑偏了。哦，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会偏。对，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让它，不能这里的话不能抖。可以了吗？可以啊。就是这样子，就一个人的话就不好动。就现在的话要固定死。固定死也要两个人啊。嗯。这里固定好就行了。固定好，你这里要扭，因为这里的话，如果六米的管的话，基本上一个人就可以了。如果短管的话要两个人，短管的话就要一个人摇，一个人来扶管，保持这个水平。哦，行。就叫它固定好，看一下，拿6米管，或者3米，就是两个人。